4块，花桃也给你10块，花桃也是一样。这样子，花菜你在哪？鸡蛋咋买的？鸡蛋还是怎么样？十一。在哪？空皮鸡蛋十一嘞。那咱这三样鸡，那你提上还不行？来一把豆角，特别多，特别多，来凑着吃，那凑着吃，好吃看，这你酒曲饭、米饭都凑上了，1块钱1份2份，那你要凑这一凑，这3块两份，8块钱一点。我这个老公出了钱，我们买的那个。哎，买了，你别说，要自己吃啥？哎，1块1份啊，买了钱啊，香蕉便宜了。买两盆儿啊！我是吃饺子，还买两盆儿。整个一斤活络，刚刚弄两张。来，给咱弄两张，放两张，你放两张，你不吃？我又不吃，我那是吃饺子，还买两瓶大锅。哎呀！来，10块1块1块。我自家一溜溜的。咱俩16。鞋子咋？填三两，葱根儿。你给俺说。再给你大一点。黄瓜咋卖？黄瓜3块。我就下乡了，关键是。哎，对，你说。10元6斤。来，
那这儿有啥人？你买就买这三块一块。我谁说的？我怎么？卖的很便宜，这种塑料人家骗卖我。之前买的那十块钱六斤，三块，微信收款9元。哎，新鲜辣椒便宜卖了啊！茄子便宜1.5元，够那个。茄子，咱要2.5块了，这2块钱，就是靠着先上后卖。换你么？你不人不得活，你怎么办法事啊？算不？不算。来海水啊！来冲啊！海水，快尝一下。你看这鸭。你都是2.5块来在这呢。15.5。你这都是啥嘞？这不就是，对，这不就是，辣椒啥菜呀？来，大块的豆豆，大块的花椒。一块。这两块多少？不够蒸呀，机器半都能。就是说，我啥都能在这儿做，都是加馍啊。哎呀，这哪有一斤的？